大家好，这里是零零后的小厨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小鸡炖蘑菇。需要准备的材料有：首先把干香菇泡水，山药切成段，姜切成片，葱切成葱花，鸡肉的斩成大小均匀的鸡块。水煮开后，下入鸡肉，煮出浮沫，然后撇去浮沫，再把鸡肉捞出，然后热过了牛，下入鸡肉，煎出鸡油，这样等一下的鸡汤会更香。煎好后，把所有的材料放入汤锅里，再加入1000毫升的热水，中小火慢炖40分钟左右，加入适量的盐，然后搅拌均匀。出锅前来上一小把葱花。那么这道心灵鸡汤就做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会在1星期以内上传一至2部影片左右。